这坨骸狼每天都会躺在棺材里，然后拧动祖传的机关，随着不要钱的电一闪一烁的，下一秒就瞬间陷入了昏迷之中。然而他的灵魂已经来到大街上，现在只要是人都看不到骸狼，于是他就想搞两毛钱来吃宵夜。眼看超市老板正刚刚好收摊，骸狼一个闪现就闪了进去，瞄到老板正数着今天收的钞票，完全没注意到站在身边的骸狼。随后老板就边数边往保险柜方向走去，用手扭动出正确的密码，老板把所有的钱都塞入保险箱，眼前一幕被骸狼看得三清二楚的。就算老板开启了报警器开关，他依旧不太放心，在大门口还上一把黄金的不锈钢锁。此时骸狼把所有的密码都记在心里，在评论区输入加油2024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哦。之后骸狼又在棺材里醒了过来，他连忙用衣服将自己包裹严实，紧接着鬼鬼祟祟走出了家门，殊不知正巧被隔壁的捞头瞄到。很快骸狼就再次闪现到超市，熟门熟路输入了正确的密码，不仅拿走所有的钱，还有一把手枪。原来这口棺材有个好听的名字，魔棺，是由魔鬼工匠历时800年打造而成，可以让人体验死亡后的灵魂出窍。自从捞头得知这个秘密之后，他想也没想就躺入棺材里体验。随着机关启动，捞头的灵魂顺利出窍，二话不说就闪现到暗恋已久女神的闺房。此时西施换好睡衣正准备睡觉，随后捞头胆大大来到女神的身旁，就在他正想上前亲吻一口时，谁料下一秒他竟然消失不见。此时西施也貌似察觉到了什么，事后得知魔棺秘密的三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互相分享着使用的体验。灵魂出窍后，本体会失去心跳，也无法触碰到现实世界的物体，只要音乐结束，灵魂就会回到本体。而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原本瘫痪到坐轮椅的捞头，他出窍后竟然可以自由走来走去，但实验结束后捞头依旧无法站起身。这天他再次躺入了魔棺之中，捞头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直跟随在女神的身边。此时西施正在不停煲着电话粥，原来她正在跟男友谈情说着爱，气愤的捞头大大拳击中柜子，没想到柜门都被他给震了开来。得知了愤怒中就可以触碰到现实世界，殊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朝几人逼近。晚上四眼仔开始研究魔棺中的音乐，发现里面有一段是空白的。就在四眼仔听得正入神之时，有一只乌蝇在屏幕上爬来爬去，三五分钟后这只乌蝇就抹了油。四眼仔连忙上网查询，得知这首音乐是一首邪恶的音乐，可以扰乱其心智并招来恐怖恶魔。还没等四眼仔回过神来，他的背后突然闪过黑色的身影。惊慌的四眼仔拿出螺丝刀上前查看，瞄到柜子旁边有一坨可怕的黑影，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恶魔给盯上，看来现在真的是想逃却逃无可逃。只见四眼仔连忙在电脑上留下遗言，突然恶魔闪现到他的眼前，吓得四眼仔有那么快跑那么快，下楼梯时左脚被右脚绊倒，直接饮恨了西北。这口棺材竟然可以让人灵魂出窍，出窍后本体暂时失去基本呼吸，现实中的人无法看到灵魂的存在，灵魂愤怒时却可以触碰到现实物体。很快使用魔棺的同学都开始付出代价，四眼仔从楼梯摔下来当场抹了油，临死前还有一封未发出的邮件，他再三叮嘱骸狼，使用过魔棺就会被魔鬼缠身，只有把魔棺劈碎拿来当柴烧，才可以打破这一切的诅咒。为了不让更多人因此而亡，骸狼拿着斧头正想对魔棺下手，没想到捞头突然过来阻止，眼看骸狼执意要毁掉魔棺，愤怒的捞头连忙上前阻拦，一套祖传的连招下去，骸狼很配合晕倒在了地上。随后捞头将魔棺抬在无人的地方，躺在里面开始做一些坏事。很快他就闪现到西施的闺房，往奶茶里倒入2两的安眠药，不知情的西施毫不犹豫一口闷下，下一秒捞头就开始制造恐怖气氛，故意把闺房里的东西推到地上，搞得害怕的西施真的好害怕，就连大门也已经被牢牢反锁。不久后他就很顺脚晕倒在地上。另一边骸狼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捞头电脑都是西施的靓照，他顿感大事不妙，连忙拿出手枪往西施的家赶去。此时西施已经被绑手又绑脚的，由于骸狼根本看不到捞头的存在，下一秒就被偷袭推倒在地上，并关上铁门后上了一把锁。眼看捞头就要上前欺负西施，骸狼则趁机从窗户逃了出来，不久后就成功找到了魔棺，二话不说就把捞头给拽了出来，然后拿起汽油就往魔棺上不停倒。捞头回过神来又上来阻止，而这一次他却没那么走运，只见捞头突然没站稳摔下了万米高楼。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事发生了，他竟然突然睁开的性感的目珠，紧接着灵魂再次与身体分离。就在捞头庆幸自己没事时，棺材里的魔鬼出现在他眼前，并用黑暗的力量吞噬掉了捞头。如果你拥有这么一副魔棺，你到底会拿来做什么呢？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